侧过来一点，主要看到那里。啊啊，对，看到。你看那个墙就好。嗯。你想啊，再来。等一下啊，不可以。杂物也危险。是放很多杂物，没有书。他的儿子回来就拿去隔壁拿那过来帮我们灭火，就是左边邻居是警察，也过来帮忙灭火，还有孩子喊我，然后叫我们出来帮我们喷水，看什么还没有煤气来，没有那个 gas 来，没有那个灭火器来的时候，sorry， 我一直讲错，没有灭火器来的时候他就用水帮我喷。可是后来bomba有来啊？有来就灭了咯。我们已经，他们已经灭了，他才来了。第一次也是bomba有来吗？第一次有，第一次来怎样？第二次留下来的，我跟隔壁的一样，他只是没这张纸，跟隔壁的纸条一模一样，没这样，只是这张纸而已咯。他第一次的时候那边有写明。